我叫苏成，我今年24岁。演过什么？演过死尸。公司每年进来那么多练习生，私营的有机会出道，私塾的就是要被淘汰。反正我们来比赛，不就是想在人群里被人一眼 get 到？像我这种演员啊，演技什么的没有那么重要，长得帅就可以。使点劲儿行吗？真踢！现在艺人行不行已经不重要了，关键是我们这做经纪人的行不行。小红靠捧，大红靠命，强捧遭天谴。我把你签下来，只会折磨你，压迫你，你永远都成不了，永远都当不了一个好演员。我想站在 center 的位置，成为 superstar。做一个演员，连台词都背不下来，做什么狗屁演员啊？只要你在我手里一天，就一天接到通告。谁干的？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有人吗？其实舆论就像一把刀，他自然会帮我杀死我想要杀死的人。这个圈子它就这样，谁最出头，谁就是众矢之的。我不想永远活得无声无息，所以我必须要做你那些所谓的歪门邪道的事情，并且为之付出一切代价。一旦成功后，有多少人喜欢你，就会有多少人讨厌。但既然我已经开始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。Hi, my prince. How do you like it? Very much. This is my husband. Oh, really? Yeah. How come I didn't know that? Why you have